带有线头，就开始今天演讲。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担任郑光老师，还有玉伟奇，还有课堂上面分享到非常丰富多年的一些文化经验，可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透过音乐来认识台湾族的社会文化，还有当代的情志。那我原来题目讲的是，就是我题目本来取的是用歌声理解台湾新爵士，后来发现这个实在太狭隘了，因为那个经验领域、涉猎领域都非常的广。就担任老师，他不仅是一个台湾谱词曲的创作家、演奏家，他也会制作很多的乐器，他也曾经担任过公视的制作人，原住民族电视台的副台长，也是一位社会运动者。然后我搜寻真的是看不完，然后他也曾经在海角七号当的演员，然后他跟夫人夫人今天有来，跟夫人创立了一个爱央乐集，其实进行了很多国内外的演出，然后去年有一个李丹哥的表演，我觉得实在太丰富了，我在这里很难详细的介绍，等一下就让丹哥老师可以在就是可以在有限的时间来跟我们做分享，后面很希望说你有还可以再办一场更大的一个音乐会，那可以大家可以知道，都今天意犹未尽嘛，明天或许可以再继续。那最近伟奇也是他们的亲戚嘛，是，那最近伟奇呢，他今天他给了我40页的简报，他们准备的非常丰富，从他的一个原住民身份的追索的探索的历程，然后接下来怎么样用来找到回家的路，而且有分享他不只是他的创作不只是爵士，还有蓝调的一位巴比，他们都讲民谣等等。那还有，其实我看一些他的表演，其中也有那个戴夫老师所作词的林丹歌。那两位今天应该会从各种不同音乐的类型，然后原住民非常特别的林丹歌来跟我们分享原住民的历史文化。那时间有限，我交给其实老实说，我很忙哦，因为我一直不知道要究竟要讲什么。其实这个是我的第二本准备的稿子。这个前面一份是很多听众准备的，我今天早上在给大家看。前面我们要跟大家讲事情，台湾就直接谈台湾族的情歌的。但是让我想一想，因为第一个。同学的背景有没有原住民，非原住民，了解不了解原住民，这我都不知道。所以呢，好，我就在想说，我就可能从我自己去想象中的各位的这个的情景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题目，叫做“永不传统与再现”。因为既然谈到爵士，既然谈到创作。我们创作了以后还有没有自己族群的味道，这是我一直是努力的部分。所以如何透过领悟传统然后再来去呈现，而不是完全的呈现原来的传统。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传统不太一样，我爸爸的传统跟我不太一样，我爸爸的传统有日本时代，然后有最古老的，我的传统是已经有教会，有这个国民政府，有这个日本政府的运作，这样的一些，所以呢，会不一样。那如何去透过以后再来思考？这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期许了啊。那特别挑了一下我最帅的照片来跟大家讲。然后我现在的职称就是这样，因为。我已经65岁，我已经在今年就退休了，所以我没有别的职称了啊。那我就是我们去做了一个爱央乐集。爱央什么意思？就是你好吗？想念你的意思。台湾族的话，爱央啊。如果你我就比如说我跟他讲爱央啊，说你们好啊，我想念你们的意思。
然后这是我的经历啊，刚刚老师也讲了一下哈，洋洋洒洒哈，从社会运动一直到这个在公共电视，我在公共电视退休，所以也因为原住民的文化的因素里面，我也有在很多地方里面去接触的提交。关于台湾族的乐谱，那其实我也创作过，我自己本身，因为我喜欢唱歌，那喜欢唱歌是一回事，然后因为我推社会运动，所以我当你在强调自己是台湾族是原住民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呈现？所以我在1985年。就成立，现在有一首首歌叫《哆啦 A 梦》，大家都说是千年古谣，很抱歉，那不是哦，因为许常辉当时许常辉老师讲，我跟他讲，说许老师，我一首古谣哦，你没有收录的，他就说什么，因为他曾经当我那个当过我影片的顾问，然后我就分给他听，我们在喝高粱的时候，我就在讲。咿呀咿哟，咿哟罗拉咿呀罗。我唱完，他说这不是创作的。我说老师，你那时候你没有收录到，你说是创作的。然后一直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他会说这是创作的。我一直到很久在继续在一直在去学习去谈好自己的传统来以后，我才知道，因为他是从那个声音的组合里面发现，因为我们的歌大概都是无声音阶，我的咪嗦啦，我们的传统歌里面有，但是这首歌里面我全部的音都有发也有吸，然后。我自己猜，徐老师是从这个角度里面来去看的吧。但是因为，那个是1974年，我在弄那个台湾编辑作家联谊会弄少数民族委员会的时候，就是台湾原住民权益促进会的前身。那时候，我跟吴德夫，你们的大学长，然后吴德夫，就组成了一个元宣会。那我们说，既然要唱自己的歌，我就开始去。揣摩去想象我小时候的对古谣的那种记忆吧，拼凑起来，就出现了这个《来时》这首歌。那现在也很多学校里面在也弄成合唱，可是因为它都没有理会真正的所谓的传统，所以其实很多人在讲说你在唱什么是怀念，你在唱什么思念。在唱什么抒情，但是我听了以后，我说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唱什么，我因为他没有唱歌词，因为我在唱的时候来说的时候，其实那个是旋律的代称，就像那罗安那罗安迪亚那亚罗一样，其实那个是虚词，但是告诉你，你要必须要唱歌词，比如说我想念你的时候，你就要唱想念，因为我们的歌词是即兴的。所以他一直讲说我思念，我不喜欢他思念谁，因为我没有听到他歌词里面讲思念，因为他没唱歌词啊。那这个是在台湾组里面有一些变化。然后后来这个我也有去参加了那个狮子乡，现在狮子乡乡歌那个也是合作的吧。然后那个2014年的原创音乐流行，那是第一届的。原创，那是新闻品牌，原创音乐大奖。那个时候第一届的时候奖是我啊，我有的时候奖，那是非常传统，我仿照传统的方式来做。结果没想到，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些文化教育事情，因为我跟我的同事那时候在公共电视，他们讲说，我有创作一首歌，我要去参加这个原创音乐大奖。那他们我就换给他们听，他们给我的话是什么讲呢？我说鹏哥，你跟流行这两个字的差距有100年，
然后我非常的难过，然后我很难过，但是因为我已经射了，那我说哎呀，真是会受到羞辱啊，对啊，那我说也没有关系的。没想到那个四百多件的创作里面，入围16个，一公布的时候我是第15个，我跟他很佩服的入围耶，然后啊，他就哎，我的同事他们也就笑了笑而已。然后到这个决赛的时候，因为决赛要现场嘛，决赛的时候我跟他讲说，这首歌呢是描写一个60岁的老人家在深山，然后他在回望他自己年轻的岁月，竟然是无风无雨也无浪。那请大家想象一下，在深山的山间山野，会有什么声音？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就发现声音就来了。因为我去了这个北大武山半山腰里面，去录了夜间的声音，鲜花的声音，还有那个夜莺的声音，水声。我用这样的方式，大自然的声音里面，去偏向起来，在上面唱。那我请现场所有的人闭上眼睛，你会发现你在深山，结果我就得了第一名。那我觉得得第一名是因为可能受到我讲故事影响哦，把那个名次都给引导到有第一，不过也是很感恩。好，后来呢，其实我等一下会后面再讲啊。那做也有继续在做这个音乐，后来我有出过那个专辑，叫做《听路》。为什么叫做《听路》？因为我后来发现，当我开始学习我自己族群的音乐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现象：一个像是阿南这首歌叫做《轻松》，三丁人的唱法跟马家的唱法不一样；再往南到大一国的唱法不一样；再往南来亦不一样，到木班就不一样。因为同样的一首歌，里面的曲折，但是不同的曲折呀。后来发现，因为地域的不同，千里的一个地域不同，会有一些改变；地域不同，会有一些改变。这个是对所谓的传统，你的传统跟传统也是不一样，会随着环境而在声音上也会有一些改变。所以我就讲说，听到什么，你仔细听一下你妈妈唱歌。你大概知道你们是从哪边？你们是从大武山来的，还是雾头山来的，还是根本就是马家部落的，还是泰武？那就是第一个，那时候的想象。啊，后来我在这个，我们有在国家音乐厅有演出这个念念古调，因为一直在传唱这个古调哦。那我后来也有在唱，在2018年的时候有。创作一个叫做情商，哦，那个商啊，人家，但是这个，销路都不好。他说他们都没有那个伤感，这样。我说那个是酒杯的意思，爱情的酒杯，他家人，因为台湾人的歌85%都是情歌，啊，多有些故事有情歌，所以我就在情商，在网络上可以收获。因为我要去讲了很多，所以我就没有要让大家去听实际的，等会后你们再来听到，有关于听路和情商这样。然后后来我们在2020年，弄了一个叫做《心下回归》，那个是林帆歌谣的那个唱法。那什么是林帆歌谣？可以有。容许我把这个头放在那里，我就好奇。我们可以把那个，我说这个林帆歌本身该如何定义？究竟什么是林帆歌？它的形式是怎样？那个其实是也是一个很美的过程，也是很值得大家来去分享。不如包括大家，我们都很难想象的。偶然，就是那么偶然，也许。是从林帆歌谣出发，那因为后来救国团，他们在各个部落里面去收集部落的歌谣以后，汇集成大家去比较来去歌。所以，而且早期的我们很多的流行歌里面哦，你去看那些佚名的，就是不知道作者
分都是从领班歌谣，因为当时那个歌的形式调调就是从这个领班歌谣啊，那个不错，不错那个。我愿意把我曾挚的心变作一颗珍珠，是类似这样的类型的歌。既然你把我抛弃，为何要我为你受折磨？好，我刚刚只有讲这个，就快要讲一小时了，这样等一下过关啊。这个才是啊，进入到尾声。我们一般啊，我们台湾族的人，一到一个地方里面，不只是你要去追女朋友，或者是要去迎娶的时候，你要报身份。那我在很多的地方，我们去国外演出，因为我不会吹笛子，因为我会吹一些传统乐器，所以受到去过很多的国家里面啊，不是说很会，但是因为这一说，我去了很多的国家。我每次去的时候，我都要报身份，我是这样报的。哦啦耶哦耶哦耶，耶沙罗哇哟啊那根，吉尼勒阿切达嘎拉乌斯。
然后我的部落里面，这个我们很难想象啊，那个我们有叫做三地自卫队，就是跟金门的三地自卫队的，只有到山地区才有，平地没有。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小学毕业全部组成一个自卫队，大家要带一个木枪，一敲钟的时候，大家都要去那边训练，去训练，去操练，就是木枪，然后穿那个卡其服，会是上方遮洞，上方遮洞，会有那种的训练。那其实我是在那样的氛围里面，然后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电，对不对？我们都是微弱的地方，但是台湾族美的地方就是，我们有人结婚的时候，我们要跳七个晚上、六个晚上。如果有人要当兵的话，我们前一天晚上要跑到当兵的人在那边去一个晚上啊，跑到天亮啊。那靠什么呢？中间有火堆，火堆，然后部落的人就开始聚集。其实这个照片呢，这个照片不是我家的照片，我家没有那么富裕。我只是我去那个旧好茶采访的时候呢，就是我说荒岛还好，旧好茶还保留这个房子。那台湾这个房子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这里看这个知道是这个是比较富裕的人家的，我家的是非常的清苦状况，所以就会有用火堆。到晚上的时候，我就靠着火堆，就在那边远亲叫远亲，一个晚上。如果是结婚的话，这个我等一下再讲，就会有这个就会讲说，我为你这个废寝忘食，竟然嫁给别人，这样，然后他会讲说，他新娘你就会一直掉眼泪，结果回应你，他说你不要那样，其实我很在意过你，只是因为我们要接受上帝的安排，会有这样的声音，所以那个那个有主相伴，我对我来讲那个非常的重要，为什么？那个救济品，我从小学就会自己擀面，会去煮面疙瘩什么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救济品，教会来的救济品，我都是这样，我真的话一天都只能吃地瓜，就这样的一个生活。但是这种有主相伴，其实是跟我们台湾族的文化，台湾族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就是年轻力壮的人呢。跑去工作了，去生活工作，老弱妇孺在家里，大部分都是在伯母家里吃饭，所以我说我的伯母感觉权力很大，对不对？不是老人看幼儿，对，所以他是一个老人看养院，或者是旅游园地啊。那个我说好美的部落，我们那边台风刮台风，家里一个寡妇或者是一个孤独的，从来家里人都不会去担心的，为什么？所有的男人都一起来，一刮风的时候就跑出来了，已经到那个去巡视部落。如果一听到哪里有灾变，一个叫呜，所有的男人往那边去，就去那边去抢救。所以那个时候没有，我完全没有去担心的。那个是一个文化，那个是部落的文化。我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所以我说很小，我就已经很会唱传统歌哦。李呱呱那个情歌我不太知道，但是我会去唱。好，那另外一个，这个叫做底书有文化，我觉得这个是在台湾族在其他文化里面算是一个很特殊，而且是非常重要，叫做底书有文化。什么底书有？就是集体追女朋友，一个女孩子里面，你说这一生五六十个男朋友，这个是算少哦，算还普通啊。但是集体追女朋友是什么？好了，比如说我喜欢围棋，我要去找我的朋友们，我跟我一样的就跑去他家里，就在他家里面就唱情歌，每天。那围棋不可以告诉人家讲说他比较喜欢谁，他比较喜欢我。他比较喜欢别人，我比较喜欢这个这个那谁那电影叫什么名字？随便讲的啦，就说你就不可以表达，然后因为为什么？但是又不能一个人去，所以呢，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要秀出来。比如说我会吹鼻涕嘛，我远远的去吹鼻涕。哦，我已经听了，
哦，是某某人要来，他不去逼别人怎么样，他会去扛柴，扛什么火鼓有力，把木柴放在他家外面，嘣，是之后是某某这个，这个强壮的某某人来的。所以你去看我们台湾者的家里外面哦，如果堆了一堆木材，家里一定有小姐，一定有妇女。那就是说，所有的男生们会帮忙扛木材。如果家里没有妇女啊，哦，家里木外面没有木材耶，只有爸爸一个人在那去扛，然后每一次扛能够追一个晚上就弄了。但是如果你家里有女儿的话，哦，财富就非常。那这个集体追女朋友的方式就是我们一起追，然后都要唱情歌，都要齐心唱。但是你不能表达说我有我很强哎，我是博士，我是有得过什么奖哎，不行不行，你要把自己形容成最卑微的。这我们这一群人当中里面，我是最卑微的那一位。所以我常常讲说，台湾主义的是什么？叫做比落魄的民族，要把自己形容成最卑微的一个。那为什么会这样？我问过老人家，为什么不能够一个人去追？他说，我如果是这个女孩的爸爸妈妈，我如何把我的女儿嫁给一个没有朋友的人？未来生活，她怎么可能一个人过？台湾就强调集体，我就跟他讲说，整个部落里面。是集体，哪里有说什么？那是集体的，那一定要建立跟部落、跟一群人的关系，一定要。那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描写成最卑微？知道吗？表示说，我是你，只要交代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做的，我最肯做的，因为我最卑微，我做什么，你要表现到这样的诚意。所以你看啊，这个。所以他会把那个歌唱的哦，真的是每一个人听了以后就，因为他唱那个情歌的歌，每一个人这个都会很高兴。但是老实说，维琪，你不要一个高兴，因为同样这一首歌，我也唱给别的女孩听。好，因为一样，男孩子里面，因为好这个我喜欢维琪，那好了，名人喜欢这个丽玉。那我就也会去陪着去名人，那一次一个大概五六个人会成为一桌，台大班的有五六个，政大班的有五六个，都类似这样的去。所以那个其实是很美的，因为而且即兴哦，你要即兴表达自己的情感。所以这个东西里面，我就跟他取名叫做“情诗即兴响起”。初恋随时飞扬，你让每一个女孩子都感觉到你正在，你像是初恋一样哈。所以台湾，他们说台湾族很滥情，我讲是真的哈，要去表达。那所以那台湾族是，我说唱歌是他们的生活，是其实工作是唱歌，在这一个。任何时候你在编织东西的时候，他也是在唱歌，在山上工作也是在唱歌。我在这一头说，我们一票人唱歌，这个工作大家都是集体一起的。比如说好了，追尾旗的那一群人里面一起去帮尾旗扛他的工作，一群人。但是山口另外一个山口有话，我知道是另外一个女孩子讲，我们可能就会去唱情歌，让对面的人来听。所以这山头上。就会有很多的歌谣在传过来，在三条山体里面，而且呼叫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呼，这样的呼叫方式是说你好吗的意思。哦，在你音乐里听到说呼的歌，他说哦你好吗啊，就呼，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说我们这里是在受灾，所有听到声音的人往那个声音的方向去。所以的男孩子就往那个方向去。有的人比如说在山头受伤或者什么，你这个一呼叫，所有听到声音的人往那个方向去做急救。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在用声音表达，用歌来表达。
所以我常常讲说，台湾族就是好奇怪，就是他淋巴、鼻涕都有旋律。好啦，那这个台湾族的歌呢，有一个密码，这个情歌的密码，那是怎么样的？因为既然是吉星，他刚刚会听到 Old New Rock， 可能叫这个事情，他们说是 A minor 到天亮，一把吉他，你弹一个 A minor 和弦，就可以唱到天亮，是什么意思？因为那个旋律是一样的，但是歌词我们在对话。那我们在对话的时候呢，这个是我一句，我吉一句，好了，你一句，名人一句，好了，每一个人都会，就可以同样的旋律就可以唱到天亮。哦，这个是人家说 A minor 到天亮，就是这样的。但是就一个密码，就是会有一个虚词。很多人会讲说，我应该怎么命名我的歌？老师说我不知道，因为你这个所以我大部分都是点说来数，像我写来数，那是曲的名字。啊，唱来数的时候，我们就讲说，来数的，就是这个旋律。我们如果讲说一路弯的话呢，曲名叫一路弯吗？一路弯。如果是哪段？哪罗啊耶哪罗啊，这个都是虚词哦。但是我们唱完这个交代，我们开始要唱歌词。你唱我的什么歌？那如果是比如说我刚好我来这里说，哎呀，我玛雅那沙达，我玛雅那沙达，瓦斯里波达玛雅。把声音拖掉啊！妈呀！如果我唱这样，我就说：哎呀，这天怎么如此的叫人去爱恋？好，我跟他讲，因为我碰到很多陌生的人，我一开始就会可能这样想。他接着就讲说：好吧，我们就来唱歌，又开始就唱歌有问题。那比较中文的话，就为什么到今天才认识你？在我的心里嘛乱糟糟啊，那就是因为看到你太美了，所以让我心里乱糟糟。所以那个歌词，但是那个旋律是这样，但是你一定要先有虚词，然后歌词第一句，歌词第二句都是两句，而且都是要七回。哦，你看那个歌词，我后来放到那个换成中文啊。你看他，我在描写我自己在山上工作的时候，对不对？我有多想你，知道吗？对，当风吹过我的脸的时候，我把它当作你来了。台湾族的人就会这样讲。那我上山工作的时候，老师说我没有带便当，我只带你的名字。这样啊，你听了以后你会不会有感动？对不对？你看我上山工作的时候，我没有带便当。我是带你的名字，所以当年夕阳曾经很漂亮的时候，那不是夕阳漂亮，那是因为有我的爱恋在，那才变的。台湾族一代就是一个这样的民族啊。好，所以他们是天生的二行诗人，然后你要把自己描写，如果描写自己的时候，我要把自己是形容词最卑微。如果我像我们唱的时候，我都会讲说啊，那怎么办？哦，我会讲说，哎，你是大头目啊，你是贵族身份，啊，我是平民，这怎么可能永远没有自带伤，对不对？但是女孩子就会答复说，哎，不是，你错了，我出生如地瓜叶一样的低廉，母亲可以任意的把我送。他比方说，我就是很卑微的，你不要那样说我。你看，我们是不是在比落魄？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形容说没有罪，我不要那么难，没有那么难，你只要有诚心就有可能。那意思是这样。好，那我们，但是很多方式不是很直接的表达，都是要用大自然的变化比喻成中。比如说哦，我这边也有一个
当山头乌云密布的时候，正是我的时候很紧张。为什么？当你看到山头正在下雨的时候，请你想想我，我的心里就是因为你没有爱我，每天在掉眼泪的意思。所以他唱的时候说：“哎呀，当乌云密布的时候，诺拉的山丹都一定要把人来，就是怕，那就是我想你爱你爱到这样，我每天在滴眼泪，期待你的爱你。”然后你看，像在来隐喻的部分里面，他巴拉那个部分的后面那个部分是什么呢？对，我好羡慕歌谣，就是只要想唱它就唱了。是我这种年纪的人才会去唱，你们不会唱，为什么？他说：“哎呀，歌谣你随时都会唱，但是人老化了就不会再年轻的意思。”哦，哎呀，我年就老了就没有办法，就是我唱，我老人家我唱说：“哎呀。”哎呦，我好羡慕歌谣哦！你为什么我不是一首歌，你想念就可以，就是我可以再回顾年纪。对于岁月的描述，很多在台湾语里面，比如说，哎呀，九重树，我为什么不是那个九重树啊？九重树为什么呢？每一年，一个年纪过的时候，它就换皮，又年轻。所以九重树是会换皮。我为什么不是太阳？过了黑夜以后呢？第二天又升起，其实都是在描绘岁月这个一走了以后不会再回来的意思。好，但是我们再怎么表达情感，再怎么表达认真，他会回答，他说：“你如果是真的哦，请你用心哦。其实你不要随便表达，上帝会捉弄你，真的会让你那个娶我哦。”所以，其实像这样的对话方式里面，你讲一句，我讲一句，就一个晚上，同样的旋律就可以。那在结婚的时候，比如说我结婚了，我为什么要掉六个晚上？结婚的六晚上，我不晓得搞没有啊？我们是前五个晚上是多有追过新娘的人去那边去表达自己曾经深深的爱恋。所以才会出现，既然你把我抛弃，为何要为你受折磨？这样，比如说不是唱这样的歌，那新娘用什么样方式呢？新娘也有一票人，她的伴娘什么是在打呼，她说什么，她都会用。新娘只有掉眼泪而已，她要哭六个晚上。他为什么要哭？那个是给所有追他的人的礼物，知道吗？哎呀，不要这样子，那么这个自卑啊，我们要感谢上帝。他说更美的安排在后面。他说其实我很在意你，但是上帝的安排是这样。就他当掉眼泪的时候，我们这个在唱那个情歌的人，他就说：“哎呀，我就曾经。”这个他也曾经在意过我，没有关系。所以后面还会讲吗？就是不管你白了牙齿，不是白了头发，没了牙齿，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不管你肚子大大，不管你有了孩子，我还是永远爱你。他会这样会提及。不管你没了牙齿，不管你白了头发，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在拍完组以后，你曾经爱过任何人，一直到老了以后都可以去讲的，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不好意思，都不会。但是结婚的这个晚上，结婚当天的晚上12点以后，唱歌的歌词不一样的哦，不一样，你就不能再讲说，是既然你把我抛弃，或者是这是寂寞的晚上，为什么？你不可以再唱，要唱什么？我看到的那一对究竟为什么会如此的登对？哎呀，好美哟、哦，好羡慕那现在我看的那一对，希望他成为我们未来他们夫妻的榜样，成为我们夫妻的榜样，他们的结合要成为未来我们的榜样。说，所以那时候唱歌是唱什么？他说：“祝你幸福。”如果你不幸福，对我才是伤害。那台湾这个人，看味道。
那就就是讲了这个部分里面大概我都去讲了一下，我们整个生活祭典那时候全部都是用唱歌的，你包括谈判也是用唱歌的，你包括近亲也都是在唱歌的。那当时里面来讲，我们这个那我去想象我们的歌的时候谁在伴奏啊，没有，是脚步，有可能是那个火堆的火掉下去，有时候是风，有时候是虫的声音，有时候，所以我当时这个想象，我去思考当时的状况的时候，思考了我对音乐的创作，其实是从这样的氛围里面去思考出来的。那么族群音乐，究竟里面每一个族群都有不同，这个我相信各位都有会比较清楚的知道。所谓的族群音乐，对我来说，族群每一个族群都有一个密码，那个密码是什么？是声音组合的方式。否则的话，你看我说，爱萨米，爱萨米，两个哟，两个哟，都是在心那燃烧的歌。你知道我在唱什么吗？你为什么是拉丁歌啊？对不对？明明是贝斯的美。悲伤的梦就哭莫西贝尔贝斯的梦街那个地方的，是不是？但是我刚刚是台湾语，悲伤的悲伤的那个有那个有不杀西那燃烧的歌，桑米是人的名字。他说桑米啊，桑米，麻烦你去斟酒啊，斟那个古热的酿的酒。我刚在上面的群里面，如果我唱这样的时候，你会说那是台湾歌吗？我如果拿掉那个台湾语的部分，你不会。但是我们听旋律的时候，哎，就是拉丁歌。我们听旋律的时候，哎，就是东洋歌，特别的不会。然后，这个，而且有时候，哎，这是闽南语歌，我不会。为什么？因为它是声音组合的方式，有它一定的。比如说那个像布农族，如果你是讲布农族的人唱歌好像，你听我的声音，我们要发不一样的声音，要去接，是他那种，你看他那个音的方式就不一样。如果像泰国的赛德勒，对不对？你说他说你来咪咪，他那个琴，他们音的组合就是这个。所以你怎么唱哦？哎，我讲各位，这是舌讲的，它不是方位，就会是这样。所以每一个族群都有它的这个特色，会随着你的地域，会随着你的社会环境，或者是你随着你族群的对话方式里面，会有不同的旋律出现。就像我说，后来你搬到牡丹以后，到牡丹以后，会随着环境。有不同的方式的诠释的方式。好，所以这个族群音乐，那世界音乐，我在听到世界音乐，这个是到后来我们开始去创作音乐的时候，而且世界音乐最近也很流行。好，我们最清楚的其实波音那的音乐被德国人看见、听见以后，用在巴塞罗那的奥运的音乐里面，让我们会其实在很早一些，在美国里面。运用族群的音乐元素里面已经非常的流行，非常流行。但只是我们要找出那个特色的这个东西。所以你看，传统音乐跟流行音乐的结合的本土跟现代化的结合，才是我说那个是我对我自己的期许了。我虽然很老了，而且我的传统跟你的传统不一样，没有关系。你只要是有这样的概念。我觉得就会是所谓的世界音乐，因为当我们一直在这个迷上某一种的曲风的时候，有可能会把我们的原来的特殊的风格被取代啊。那这个当然我说的不一定对，只是跟着我自己的感动在走，我用这样的方式里面来期许自己啊。那所以你不传统的创作，那我就想说，我在左边那个字，那是我自己写的书法。我顺便跟大家讲，我的毛笔字写的很好。在自己独立的原型创作，有根的现代性啊。
所以我一直这样期许我自己啦，哦，就是我说传统很模糊，我们每一个人的传统不太一样，那如何透过科技和未来的发展一起把这个感动弄起来。那现在很多了，你包括我们的创作，你包括我们的表现形式，我们的祖先原来他，我们的鼻底原来他只是跟歌是对话的，没有合奏的，但是也许我们可以去努力把它变成个合奏的方式，鼻底跟尤其是没有办法作为我们乐器的，那也许那个声音里面配在我们现在的歌谣里面，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大家来去思考的方向和方式。对，所以我这样要求我自己，所以我所做的歌里面大概都有这种调调啊。你看，这个是要到听录的经验。那这个听录，我就讲说，这个我有这个我有说法啊。那概念就是这样，编曲的角度是用原来的声音和呼吸的方式里面，结合了现有的方式的表现形式里面来去呈现。那这个听录呢，用前面有一个前提是什么？我发现那种发现是我一直，如果我一直在唱传统的歌谣，没有跟人家碰面的时候，也许是可以。所以我最早的创作为什么是用风、用水声、用青蛙的声音、用那种火的声音？火的声音你们没有听过，对不对？其实你用录音机去录，你烧火在那里，放一点点的生的木材，或者是小小的竹片，你放进去它会爆，砰，就非常的美。然后那个树倒塌的声音，就是你拿一个几根木头里面去倒塌，然后去收那个音，本身它就是发声。我是想象我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木头掉下来，其实反而是一种的伴奏。但是我们跟原住民台湾族下山的时候碰到了谁？其实碰到了平埔族，对不对？平埔族已经有很多的受到汉族的文化，已经有胡琴，有唢呐，已经开始有乐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来。所以听录其实是要把那种相遇的经验里面这个去做呈现。所以我这个听录里面用笛子做伴奏，用唢呐做伴奏，用那个马头琴，特别是马头琴，我忽然是个特别喜欢的原因，就是台湾族有歌的演唱方式有一种顽固低音，一个是顽固低音，一个是有高音在唱，一个顽固低音。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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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们中国来台了以后呢，各个族群的都有在台湾非常多的马头琴也有，我们也看到，你包括欧洲的吉普利也有了。所以我把这样的方式里面，用族群相遇的可能的音乐里面去作为我伴奏的元素，所以会有一个比较走向现代化。然后那个我制作的过程当中里面，我就会看到了，你看到我去收音，我去收大自然的声音，我去收工作枪石头的声音，在砌砖的声音什么，全部都有。所以有流水声，有虫鸣的声音，有木头的，有石头的，都有。哦，我一直在看那个时间，我的关系啊。好，那这个有一个我一定要特别跟大家讲的是，所有的歌谣里面都在录音室去录音的。对不起，我的不是，这个听录不是哦。我去哪里录你知道吗？我去玉山的登山口。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去那里？因为我去想象，你只有坐在另外一座山，才能够看清另外一座山。你在你的山里面，你看不清你的山长得怎么样，对不对？你必须
要你必须要到另外一个好，想象是我在玉山里面，能望桃山三线。好，那就是因为台湾族圣山在台湾族里面，一直到现在，台湾族的神话故事里面，人类的起源是台湾族哦。人类的起源是台湾族，不是猴子，也不是在南非，也不是在东面。台湾族传说，太阳神创造了七个人，这七个人有人管土地、管海洋，有人管生产，然后管这个人伦啊，这个都有。但是后来因为人出来了以后会争吵，为权力争吵。那后来上帝不行，他说要有领导人，所以太阳升蛋，把不舍去孵蛋，长出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四喜字的领袖，有点像英国的女王一样，他们四喜字的王族之歌，台湾族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想说，哎，我就是我到我台湾族去看台湾族的圣山，你要从哪里看？要到一个比较高的地方，不是另外一座山去看它，你才可能看到。所以那个心境是这样，想象是这样。所以你看我说这样，然后呢，有一件事情，我黄色的那个字，就是因为我信基督哈，我就讲说，我从小就在基督教的。我去祷告，我去那里的时候祷告，我说：“亲爱的主，我要纯的声音，我要与人下雨的声音，因为我要录音，我要把你给我的恩赐透过录音机里面分享给我所有会感动的人。”这是我的祷告。那你听我到那边的时候，刮大风，下大雨，然后没办法录音，没办法录音，我就躲在那个他那些小一号的那个屋子里面，在那边用电脑去录音。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说人啊，你不能要求太多，要求到刚好，要求到你可以消化。如果我想说，上帝，你知道我的需要有多大的风量，有多大的雨量，有多大的风，如果我那样说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会很好。你知道，我之前我一直很相信那样，只是因为我跟他讲那些，他给我的，他看见了我的骄傲，他看见我的骄傲，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去。但是在一个心里面，我没有，我就是用了我在那边录的声音，我没有感悟到那个声音，关我没有，我就是有在神在里面，这听录的那个接口就是这样的。好，那我就说这个，就是我大概刚开始就是讲说，我曾经拿过第一次的首奖，对不对？那个首奖的歌词就是这样，为什么我不是太阳，过了黑夜又在升起，过了黑夜又在升起。其实我真正的意思是，这首歌真正虽然是缠绵，它真正的意涵是什么？因为台湾都是用比喻的，它的意涵说：各位你年轻的朋友们，请你珍惜你年轻的岁月，好好表现自己，不要像我一样，到六十岁了以后回望自己的岁月，无风无雨也无浪，没有一件事情值得去传扬和骄傲。真正跟这个歌的意涵就是这样，所以虽然在感叹好羡慕哥哥，好说为什么不是太阳，其实那意思说年轻的，趁着年轻，趁着你可以表现的时候，好好表现自己，不要像我一样到老了什么也没有。那我们部落的人对我做的一些歌里面的回响哦，他们都会说，哎，那是台湾族的歌哎，他们不会说那是创作的。但是是隔壁部落的，因为他们不会唱。哦，那是隔壁部落的歌，所以那个就是我对我自己的对于那个密码的那个解释，我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密码显然做对了哦，因为我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你听了以后就是台湾的歌谣啊，你不会讲说它是拉丁歌，不是非常美的歌，好，那就是这个是情商。我的第二张专辑，是第二张专辑，我列在这里，真的是那个意思是什么？因为你知道，我们国民政府来台的时候，
越南战争正在打，然后美军在台湾，那个时候驻港在台湾，你知道美台湾的那个时期的五六十年的时期，台湾夜间都是飘吧，很多都是在唱，都是唱那个美国的歌谣，都是在唱这一个西洋歌曲。然后我们回去部落的时候，你也一定要会唱，因为很怕会你会被人家看出来你落伍，知道吗？所以我们才会把那个杯沙弥木酒改成白沙弥，白沙弥，沙弥是人的名字，白沙弥了解有会是这样。所以那个我们领导人家拖一下，他说我要唱，要唱什么？我姑娘唱，然后说我要唱个我爷爷，你知道吗？我爷爷是什么？我爷爷，懂吗？因为我们的歌都是曲最前面啊、哦。那这个是我的表现形式是比较爵士的，比较这个拉丁风味的爵士，拉美爵士啊、叫做他们所称的波萨诺瓦，波萨诺瓦的调调。那因为这个时候台湾族的歌，我认为会比较合适的喝咖啡的时候，大家用这种方式里面调调。只是那个乐器是来配合我的歌，我不是要去配合那个乐器。好、哦，这个是啊、我的表现形式的一个概念。好，其实哈、哦，我已经这个是啊、我自己做了后，每到一个地方里面有感动的时候，就会随便就会把它这个就会写一写歌。那像这个你们看到这是什么？这是 Decision COVID 19，就是。就很清楚，这个是2020年3月做的，就是为了 COVID-19， 就是说，哎，可我们甩掉 COVID-19， 然后我就是那别问谁是谁，别问他从哪里来，用你的衷心的，用你的温柔和衷心的祈祷，暖我那内心孤单和无助忧伤。台湾首歌，哪里？接个那个传统的歌，哪一版的歌？然后后面是 Vision COVID 19， Vision 是甩掉，我们大家一起来甩掉。这个是这是写什么？Formosa 对不对？还这个写 Formosa， 这个是写描写台湾，这是描写台湾。就是我去菲律宾的时候，在一个船里面，因为我们听说要去那边表演的时候，我就想到跟他们曾经的传说，他们从台湾飘过来，所以我就为你们风言风语，有风就乘着风一直往南迁。哦，那个故事是这样，就是好，这些歌谣的那些想法，就是随着那心情而就会把它哼出来，叫一哼出来，我先用手写一半，那个音还会跑掉，所以就会有出现像这样的，这个是随律，而且随心而唱。那这个有一些东西是这个，我又另外讲，这边要留的，这个是中华民国的国歌。我曾经把中华民国国歌弄，那个时候在搞社会运动的时候，要求希望国歌本土化，竟然。我们各个不同的族群可不可以把国歌本土化？好，同样的歌词，啊，台湾族的人唱，生祖一国，唐说中一见民国一进大同，其实是后来那个北原三猫他们有唱，我有教他们把这首歌教给他们。那如果你是周族的同僚，祖一国党所成，一见民国已经大同。周族的人可以这样唱。那个哈哈船上的人，三民祖一国党所成，让一见民国让已经大同，哪里都海呀都地嘞啊。那这俄罗两边他们喜欢就是。三民主义。
希望让各个族群来去荣耀，庄兄，当时你看那个时候的人呢，那个时候1984大家都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啊。好来，那这个是南岛的会议，这个是你们的学长有一个叫做谢永生，他是台大的，后来当那个美国蒙特利银行的总裁，台湾总的哦。他已经过世了，他住在那里开始，然后我就顺道就把他扶起，刚好他过世的时候，他家里就放着。好，那其实这个到后来，我的感动是在这个地方，来自竹林的感动，让我去从毛笔里面拿了这个刀当笔啊。这边的原型全部都是我自己做的啊。那可以看到这些各种都是用笔子吹的。那如果有时间，我等一下会再用，因为时间剩下一点点，我的就要交给维琪。好，那我们等一下，反正会有会再一起来共同来去分享。如果你们要我秀一笔，我也可以秀，因为我有带来啊。而且你们不叫我秀，我也一定要秀给你们来。完整的人就是这样啊、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我说那个竹子传统音乐的。那个竹子的声音，我们如何去传扬？而且落根在我们的音乐里面，这个是我喜欢的。那这个部分里面，等一下如果我们谈这个笛子的时候，我再跟大家有机会，大家再大家来讲一下啊。那你看这个有谁这个笛子为什么是拿笛子做例子？因为台湾族的笛子的故事非常的美，可以拍一部电影。被拍成一部电影，为什么会有笛子？他为什么会有笛子？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吹笛子？有什么样的场合去吹笛子？他有一定的规定，所以在台湾族里面，他是很美的，是白布色，要长羽毛变成雄鹰的时候在唱歌的啊。当然讲这样，你知道那个雄鹰，台湾族的头目里面衣服都插那个白象变羽毛，对不对？那个是在台湾的传说里面，他那个是白布蛇变老了以后长羽毛变成雄鹰的。那他白布蛇长羽毛的时候，他就会唱歌，唱歌声就是笛子的声音，就是台湾族的这个模仿笛子的声音的这个故事，那很长啊、哦。那所以我为什么放那个羽毛？人家说我学印第安不是，那是因为台湾族的故事是这样，所以我所做的。为什么要给他放那个羽毛的原因在这里？好，那推广和传承，其实我们是希望一直在到处的，希望去表演。那我们现在的乐器呢？因为过去的乐器我们是用手指头来去比那个口距啊，然后按照它的那个竹子的节来去长度，所以没有办法，那个叫做相对音。他没有办法跟，比如说我要低调，我要吸调，里面会比较难。他的是相对音，所以他可以走的比方说没有问题，但是就会比较没有办法跟西洋的乐器去结合。那在这样的部分里面，我也一直在努力让它变成定音的方式来去处理，然后结合歌谣。好，那最重要就是希望。我一直我的概念就是说，你来这里，我们相遇绝对不是偶然，你是来要来帮助我的。不同的文化跟我相遇不是偶然，它是要来丰富我自己的文化，这个是我的概念。所以我对于文化，任何外族的文化里面，我会非常的欣赏，而且会想要去学习。但是它是要来丰富我的文化，不是要来取代我的文化。这个是我对于文化的这一态度，所以你会发现，我的帽子都给你加了一下那个台湾族的这个图案，就会讲说，那就是彼此荣耀、彼此看见的一个。好，谢谢，欢迎欢迎。那这个一个小时时间，我的时间一小时嘛，刚刚好哦。好。
谢谢，那我就。
那我现在主要在做的事情就是除了音乐以外，我有在做教学。那我现在是一个叫做 Cat Corner Swing Band， 就是猫角落乐团的主唱。那这个乐团呢，就是一个爵士乐团。我们每个月都会办一场爵士演出，然后现场会有你可以来听音乐，或者是你可以，如果你有学摇摆舞的话，现在摇摆舞好像蛮多人在学的。所以如果你也会，或是你也想学表白舞的话，你可以来现场，就你可以跳舞，然后你也可以听音乐。这是我们的乐团现在在做的事情。那我自己非常感谢我的朋友，就是在我其实在发行专辑的时候我是没有粉专的，所以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知道我最新的消息。那感谢我身边的好朋友们，他们的这个推波助澜之下，我终于有自己的粉专，所以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但我其实很更新很慢，是这样。好，那我现在在做什么？我现在就是刚刚讲了我们的乐团主唱，好，这是我们乐团 logo， 猫角落乐团。然后这是我们成员，我们总共有七个人，节奏组有。有鼓手，有钢琴，有吉他，有贝斯，然后还有一只小号跟一只萨克斯，然后我，然后我现在在准备第二张专辑，然后我现在也是国中的音乐老师，代课老师，我也有在兼家教，在教学。那这是后一次，额外补充啊，我这今年家里多了一个成员，一只猫咪，在四角部落捡到的，就是他自己跑来我家。然后，因为他来的时候才那么小，就看起来就楚楚可怜，所以我就把他带到台北来养。好，那我讲一下我跟音乐相识的过程，就是刚刚大家都老师讲到的，从小听古典。那我的比较不一样的是，我小时候听的是这些，大概是这些，然后就是像什么 Beatles 啊，校园民歌啊，什么阿妹其实蛮家装，我爸爸妈妈很爱听。我是听尤克里里啊，有一首歌很有名啊，他讲认错，所以我从小就学会认错，我一直在认错，认错很长没关系。然后还有周杰伦哦，就是上了小学大概高年级以后开始听周杰伦，然后这张专辑是我有生以来买的第一张专辑，我觉得那个时候深受周杰伦影响。那我从小就爱唱歌。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爸每次都骑摩托车，然后我都在前面，然后就是迎着风跟大声唱这样子。然后那小时候都跟爸妈一起听音乐嘛，所以这些都是我爸妈爱听的，啊，这是我自己爱听的，这三个是我爸妈爱听的。我们也会去教会，就是会唱教会的诗歌。小时候听的诗歌就是比方说《野地花》，野地花。高中，后来到高中之后，应该那时候开始台湾流行音乐非常非常蓬勃发展，华语音乐非常非常的丰盛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大量的开始接触新的音乐，然后就哇开始梦想说我也要组乐团，我也要当主唱，或是我也要学乐器，那时候还学了吉他。那到大学之后，就学校办了一个音乐节，国美音乐节，我是。国北就在你们那边，就国北交大毕业，所以那时候音乐系学弟办了一个国北音乐节，我去参加。然后那时候就是，但那时候主要是唱翻唱，都是唱 Beatles 啊，或者是唱 Queen 啊什么的。我以前听的那些中英文老歌，都还没有开始创作。那毕业之后我就开始到处去驻唱，但以自己翻唱为主。好，那个毕业之后，因为我本身是念教育的，所以我做过，但是我做过的工作除了当老师以外，我也在办公室里面，就是在政府机关里面工作，就是、在新北市政府，所以我当过老师，那我现在也是老师，我也做过公务员。那个时候的生活大概就是，因为老师跟公务员都是朝九晚五，所以早上不必直接上班。下班之后我就是练歌，或者是去学一学或者是学爵士，上爵士乐的课。
或者是创作，然后假日的时候就去接表演。那也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感谢这个时代网络媒体的发达，所以有时候我会上传一些我自己的 cover 的一些影片的时候，刚好就被一些有机会可以被大众看到。所以因为现在这个网络年代的关系，所以我就认识了一些业界的音乐人，像是我刚刚提到主川乐团的吉他手阿星，那也认识阿豹，阿豹姐。然后我也认识他们之后，我才开始创作。那因为他们都是也都是台湾土，然后那时候阿星就问我说：“欸，我想要做一张合集，我想做一张合集，你要不要来试试看？”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既然有机会，那我就要抓住他，所以我就答应了，然后就开始我的创作之路，然后就参加了台湾原创音乐大赏。那时候拿佳作，但是是第一届，有点忘了，有点疏远。然后后来在阿豹的介绍之下，我也去参加巴西瓦的演唱会，就是反正就是那个时候也创作了一首歌这样子。所以感谢前辈的帮助，让我开始走上音乐创作的这条路。所以我跟丹丹老师一样，都参加过台湾演唱会。王真，好，那这是我的作品，这张左边这张就是我跟阿星做的合集，对，那这张哦，我是比较感谢丹丹夫老师，因为作词是丹丹夫老师的作词，然后里面的风格大概就是有蓝调的啊，有爵士乐，有民调的，然后也很幸运有机会可以入围。那右边这个就是我2020年发行的专辑，叫 ZZ。主语跟中文都有，那比较不一样的是，改变了我创作主语歌的方式。我本来都是可能就是请老师帮我作词，然后我再去学习里面的内容。但是呢，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呢，我开始跟我妈妈展开了新的对话。所以我觉得这个后面我会再讲。好，那这一张的风格。有蓝调，就是民谣、拉丁、玫瑰等等哈、哦。那爷爷很幸运有机会可以入围，但是也许会有人有疑惑说，那你身为一个国旗，你是爵士歌手，为什么你还有这么多风格？为什么你还要做这么多风格？你不是爵士歌手吗？那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学习爵士的过程，这个对我来说，学习爵士乐是一个训练的过程。那未来你想要成为什么样子？你想要做什么样的风格？那都是你的自由。哦，对，然后这个 Spotify 是可以找到。好，点下一个哦。那好，那我想要聊一聊我学古调的这个过程，就是在我先来讲爵士乐吧。就是顺序好像有点好，为什么会觉得爵士乐很吸引我的原因，就是我记得我是当初是接触到台大爵士乐社的同学，然后我们就是一起玩音乐，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对爵士乐感到好奇，所以我就自掏腰包跑去，然后去像是路西亚咖啡啊，或者是去像是各种各样就去看，自己亲自去看，然后当下我就觉得非常经典，就是哇，这个和声这么多变，这么好听，这个跟我小时候听的流行歌好不一样哦，就是好多惊喜。然后再来就是，它让我有一种我想要摆动身体的感觉。如果你有去现场听过的话，你就这是为什么爵士乐大家都说是摇摆乐啊的原因，因为它的那个 groove， 它的律动让人想要摇摆，想要动。再说，我觉得乐手 solo 好帅，就是你看台上可能有鼓手可能有 bass、saxophone， 有小号或者有钢琴，然后他们在演奏完一个曲子之后呢，会轮流 solo 大家都是轮流 solo， 然后 saxophone solo 完，小号 solo， bass， 然后可能鼓，然后最后再回到这首歌的主题里面。所以我每次那种 solo 的地方，我都觉得好惊讶，就是真的是彩排好的吗？真的是先练好的吗？怎么能够弹出这么复杂的和声，
那他们同样东西有办法再演第二次吗？我那时候是这样子疑惑。后来，对我被这样的精神给感动到，因为我觉得台上乐手大家互动非常多，感觉每个人都是主角，这是让我觉得非常吸引的地方。那，对每一首歌，同一首歌，像，我想问大家听过的最经典的曲是哪些？听过《Fly Me to the Moon》。对，就是在教外语这个歌，或是 All of Me， 这是很常见的，或什么 Three Friends Songs 啊，所以 Take the One and Roses。对，那我就开始，我就去下定决心说，好，这是我想要做的音乐，所以我就去四度空，开始上合作课，四度空就在附近，在万隆，顺便介绍一下四度空，好，然后。我也参加了今年的两厅院的爵士音乐营，就是这个音乐营每一年都会办，然后它会有甄试，所以就是会先考试，那你就去参加考试，考过了以后你就可以参加大概有为期一个星期的音乐营。我今年也参加了音乐营这样，但是非常非常兴奋的开始学习之后，发现我每天都在和声的汪洋中浮沉。在运动的声音中不断跌倒，哇，这个音乐怎么那么难呢？哦，原因是因为，这个爵士乐的律动，就是黑人的律动，跟我们亚洲人不太一样，就他们律动习惯、律动方式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我们需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去练习 swing 的律动，是每二四拍的那种感觉，所以常常就会啊。拉拍了或怎么样，这过程非常漫长。那我也体会到爵士乐是一种语言，然后它也是一种文化，它是一个文化。那就像就跟今天演讲的主题没有关系，就是我们都在我们来聊语言，我们来聊文化。那爵士乐也是在学习文化这样子。那刚刚戴丹夫老师讲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感动就是文化的相遇，是为了要丰富彼此，不是为了要去改变对方。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今天可以听到这句话，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接触，我们现在是，因为我们大家现在是在这个年代，要接触不同文化是很容易、很方便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很棒。然后再来就是，我这边讲了一个 call and response， 会让我联想到古调的。顶唱跟大唱，这个我想要放一下，这个影片给大家看。等一下会解释 call and response。这是我知道 ，Uber Eats 吃的用的就价点。
然后其他人会回应他，虽然说可能内容形式不太一样，但是会让我觉得就好像回到人类最就是音乐发展的最原始的那个时候的那个感觉。我发现大家虽然是在不同的土地上生长，但是都有很多类似的一些习惯，或是一些感受，我觉得吧。那所以，我慢慢开始体会到学习一个新的音乐，就是乐队来说是那个时候是新的音乐，就有点像是在音乐里面学。那除了要跟前人学习，像是跟那个 William Strong 啊、Miles Davis 啊、叫 Coltrane， 除了要跟这些有名的乐手的学习，可能要采谱，不然就是跟采谱，就是大量听他们的音乐。但同时你要把这个音乐给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然后并且把它做新的创新。哦，这个等一下再听。那好，那。讲完音乐的部分，我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因为这次的主题有特别，希望说可以聊到身份认同的部分，感觉好像有点刺激，其实没有。就是我所谓的原住民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个，就是在这个我在身份认同上面遇到的主要两个。最大的困境啊，第一个就是语言隔阂，第二个就是刻板印象。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其实我小时候在上幼儿园之前，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原住民，我只知道我每一年妈妈都会带我去山上玩，但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就还没有这个概念。所以那个时候的生活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这边是我部落的。我家附近的很漂亮的河川，然后我们夏天都会去那边玩。然后这里是我生长的都市台北市的照片。那我从小因为大概80%的时间都是在台北，然后大概20%的时间还会去部落。像我可能在像一年之中，可能3到6月啊，我就是上学嘛，然后放暑假了就去部落玩，然后又收心了放寒假了，过完就这样，一年就是这样过去，这样过去，这样过。那可是因为我的环境里面呢，几乎都是在讲国语、讲中文、讲闽南语，所以再加上我妈妈也很少跟我讲族语。我妈妈虽然会跟我讲一些单词，就可能是听得懂一些单词，但是没有办法用整句就是完整的回答，没有办法对谈。所以这是我那时候遇到的最大的一个困境，就是我没有办法用母语跟我妈妈或跟我外婆沟通，这件事情一直让我觉得心里面很遗憾。那因为讲不同语言，所以也很难了解对方的想法，对方的就是传统文化的思维，完全无法。所以那个时候每次回马家，我感觉就是虽然我们是一家人。后来我自己就去整理一下，到底为什么我没有办法用主语跟我的夫妇沟通呢？就是，在座的各位知道夫妇是什么？就是，就是我在这边讲夫妇，就是在讲我的外婆或是外公，就是。那我自己分析原因，但是就是我的生活环境几乎都是中文最多，然后再来闽南语啊、英文啊。使用资源的机会也非常非常少，那长辈也不太愿意教啊，就是我妈妈会说他们已经不友善，也不太愿意对我跟我讲。然后再来就是我每次讲资源又被取笑，就是笑我的发音啊，或者笑我的就是语法怪怪的。再来最后一个，就是升学考试的加分制度，就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现在加分制度改的怎么样。但我那个时候是你如果去考足语认证，然后就考过的，那你就是可能你的优待会比较多，然后你考试也可以加比较多分。对，但是这个制度可能是鼓励你，也许是鼓励你学习足语，但是
其实它对我反而造成一种反效果。我当初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啊，我不要当下的那个，就是当下的那个直觉是，我不要。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都说你不要去考试，你就可以加分，但是我那时候就很抗拒这件事，所以就很可惜，就是在国高中的时候就也没有去上主语课，也没有去考试。那再来下一个就是影响我的整个自我认识的过程的，还有很多原因，就是像是社会大众对原住民的一些刻板印象啊，比方说你一定要皮肤要黑啊，我就是没有，我很晒就只是晒，然后脱皮，然后又变回现在这个样子。然后你一定要是离乡背景到都市念书，大家都喜欢听这个故事。那我不是啊，我出生就是台北，我离乡背景的经验比较没有，我只能听说。再就是讲话要腔调，我也没有，然后讲话也要很幽默，好，可能有一点。那你要很乐天哦，然后很会喝，总之就是这些看看就好，自己看看太舒服，对，看看就好。总而言之，就是这上面这些我好像没有什么是符合的，就是只有几个是符合的，甚至连超会唱歌，虽然我是个歌手，但是我也不是属于那种飙高音像阿丽那种，或是张惠妹那种歌手，总之就是成长过程遇到很多非常多的挫折，都是来自于大家对原住民的一些既定的印象。那最有感只是我的成长历程哦，大概就是这样的话，幼儿园的嘛，我小国从高中大学到现在，遇到很多的一些我听到的声音，还有我自己心里面的 murmur， 像是什么幼儿园在。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我好像是五岁的时候吧，上中班，然后我在教室里面突然讲了一句母语，就说我的婷娜，我的阿姨，我想说我阿姨，我说我的婷娜平常都会带我出去玩什么什么，然后我旁边的同学就开始大笑，就说啊，你笑你在讲什么？我就觉得很奇怪，说啊，你不会这样讲吗？你接下来也会这样讲吗？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原住民的概念，还不知道自己跟是哪里的。然后到国小之后，那时候部落每一年都会办什么娱乐营啊，就是什么暑期娱乐营，然后我就会去参加教会的娱乐营。然后，但我并不知道你参加娱乐营，你还要参加，就是一定要参加什么比赛。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参加什么比赛，这样然后上台自我介绍，然后讲完了，没想到我居然得第四名，我是不是超惊讶？想说。其他同学，其他小朋友在家里都终于跟长辈沟通，我是被搞的，为什么我还可以得第四名？对，然后后来没想到颁奖的时候，每个人要再把你演讲内容再讲一次，然后我那时候整个超级紧张，因为台下都是长辈们，然后小朋友们，结果那时候就把我的背稿把它背出来，就背完之后。就有一个小朋友跑到我面前，然后他开始笑我，开始模仿我讲话，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挫折，非常非常挫折，很难过。那后来回到台北，从屏东跑到台北去，有一次，这老师跟我聊到原住民的时候，老师就说：“哎，你妈一定会唱歌吼。”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很惊讶，说：“老师，你怎么知道我妈也参加过五等奖？我都没听见过。”对，那个时候就是。发生很多让我很疑惑的事情，好，那这些黑色的特别就看过就好了，就是对，反正高中嘛，我的水壶里面装的是水，不是啤酒，每次都要跟大家解释。对，那我其实很感谢，因为我到大学之后，我参加了就是国美的原原社，就是我们台大是原生代嘛，然后我后来就参加原原社，然后我到那个时候就是18岁。还开始跟同年龄的原住民同学们有交流的接触，就是不同族群，所以对我来说，大学是一个很大的关键点，就是我从那时候才开始跟同年龄的人有接触，然后我们会上社课，我们会一起学舞蹈啊，然后一起学跳舞，我们还会去参加师大母语啊，师大母语比赛。
至我们也会参加一些社会运动，会讨论一些正在发生的议题。我就觉得从那时候才开始打开我的眼界，以前都是问号问号，然后到大学之后才开始理解哦，为什么我过去会遇到这些事情。好，那大概就是对，从刚刚就是大概讲到我的从小到大的整个过程，自我认识的过程。那总之就是从幼儿时期，那是我，就很明显就会看到我跟其他小朋友长得就是不太一样，主要就是因为肤色不太一样。那因为就是皮肤比较颜色比较浅，所以每次回部落我都。其实我那时候很羡慕大家的皮肤健康，就是不好受，所以我真的曾经试着要把自己晒黑一点，想要融入，就是反正晒到最后就是发红，然后又脱皮。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听懂父母说什么话，然后在台北幼儿园讲母语，结果被大家笑啊等等的。但是呢，来到部落之后，小朋友又觉得。是谁呀、啊？就是你来干嘛呀、啊？你为什么要跟我们一起上教会呀、啊？你为什么要跟我们一起上课？这样子，我觉得我是来错地方了，没有，这里明明就是我家。然后我那时候的绰号叫林台北，大家都不记得我名字，叫台北。好，然后到国小、国中、高中之后，开始“原住民”这三个字出现在我课本上面，然后。那时候同学也开始会去讨论，然后会去问我问题，然后我就开始很疑惑说，为什么同学讲的都跟我实际上生活遇到的事情好像不太一样？例如说，同学就是问说，你们是不是都很会，怎么样哈？或是我高中，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老师要我们全班，全年级都可以派一个人来参加三千公尺长跑，然后那时候我其实体育也不算是最好的，就可能中间。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一般就有人要参加，然后我就被拱上去参加，就去参加这个长跑。那也没有得什么，就是跑得很累，三千公尺真的蛮不好跑的。然后，对，大概就是这样。我这些其实我刚刚大家都介绍过，就跳过吧。那我后来上大学之后，哦，这是我大学社团那个时候拍的照片，就原来是我们那时候好像是成发吧，然后我在这里不太明显，我在这边，哎，不是，记错，天哪，我的天，哎，这个是第二个，我需要吃叶黄素。好，那高中之前，我们班只有一到两个同学跟我一样是，可能有的是达叶泰雅族，或者是德鲁古。高中前班上大概三十个人里面，可能就两个原住民。但是到大学之后，因为参加社团，我就开始认识大家。然后可是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知道的对自己的文化，还有对自己的家人的了解，真的非常不是很多。所以那时候开始学古调，跟丹丹老师、吴妈老师学古调，学班歌，然后学舞蹈，然后也参加一些社运啊，然后也是利用社课时间去讨论一些议题啊。我觉得这整个就是打开了我眼界。然后那时候系上有一个多元文化课程，就是我虽然回想起来，觉得我有点不太了解当时老师到底在教什么。对，反正那个时候老师要我上台来介绍自己，但那时候我真的讲不太出来，因为到底我要分享什么。那时候，好，那大学除了参加社团，我也去不同的部落去办娱乐营，因为我们就是学教育的嘛，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会出题。好，像这个我记得好像这个学校，我记得好像是在。南大同吧，我忘了是什么学校，是国小还是哪里？那个时候，那我在这里，我比较高年级，就是我们班的学生，一二三四五个。然后，对，那时候我跟我的系上同学
就是每一年寒暑假我们都会去办这种娱乐营这样子，跟小朋友一起可能就是上课啊，然后玩游戏、跳舞、唱歌，或者我们也会上一点课。那我后来也去金石乡的太康部落，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也去太康待了一个月，在太康在后山，就是从竹洞开车上去可能要两个多小时，然后我在那边待了一个多月，然后就是每天就是农忙，然后当客服老师教小朋友写暑假作业，然后做一些家访什么的，所以那段时间真的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充实，非常充实，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到就是马家以外的部落去。所以我才发现哇，一样大家都一样是部落，但是大家生活习惯、讲话习惯真的很不同，很不一样。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开始去思考说，那我到底可以做一些什么？那刚刚提到学习很重要，不好意思，我这 PPT 有跳来跳去，就是刚刚张老师太阳月季，就是以前我们一起在国家音乐厅演出的照片。那时候我就开始学习古调啊、一般歌，然后了解文化、了解历史，然后开始学习母语发音，然后开始去认识台湾音乐的特质，然后也开始知道独唱、演唱、打唱、和声等等，像刚刚老师讲的王无敌等等，这些也有一些练习。然后还有关于我们的歌，大概都是在讲些什么样的内容呢？像是爱情，就可能就占很多数。然后还有讲是介绍我们的家族，然后讲一些思念的故事等等的。好，那时间来到现在，就是我就开始去告诉自己说，我不要再去纠结自己应该是活成什么样子。我反而开始去想说，那我可以去贡献什么事情？那从以前本来就很迷惘，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未来要做些什么，然后迷惘说，到底我是不是一个怎么说呢？总之以前经历过很多事情，就开始很疑惑，因为大家讲的原住民的样子跟我实际生活遇到的不一样，那我就开始。透过音乐开始去重新学习，学习文化，学习爵士乐，然后也重新开始认识自己。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啊，新的开始。这是我去台中爵士音乐节的照片，就是10月22号演出的照片。好，那我整理了一下我自己的心得，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历史。那这个郝绍文的照片。就是他这照片不是很真实啊，他这边就写说我不会说，我不说，我说国语还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以前发生过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理解过去发生过什么事情。那你了解整个历史脉络之后，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妈妈不教我国语，我理解为什么我舅舅我的可能阿姨他们跟我讲国语，开始理解这样的心情，然后。我也开始去关心现在的时事啊，到底发生现在世界发生什么事情？那有余力的话，就开始思考自己能够贡献什么。那也透过主语创作，我开始跟家人和解。因为以前，我妈就是常常会有时候会叹气说：“哎，你又听不懂这样。”但是透过创作，我又重新跟我妈妈开启了新的对话，就是因为。我开始重新跟我妈聊天，以前我都没有这么用这样的方式跟我妈妈聊天，所以我开始为了要创作，然后跟我妈好好坐下来，然后我开始聊自己的回忆，一些生活的大小事，就突然间有很多新的发现。那接纳自己的弱点，然后欣赏努力的自己，就是我刚刚讲，就是我自己的弱点，我自己很清楚。注意不太好，简单来讲，好，那也开始去欣赏自己的样子，因为以前我一直觉得自己身份很尴尬，就是在
不管是在部落里面，在部落里面大家会觉得你是台北，可是你在学校，在台北的学校，大家都会问你一些关于原住民有关的问题，但是有些我也不太知道怎么问，就是我也会疑惑说为什么你会这样问呢？比方说，对，我也会疑惑为什么他们这些问题是从哪里来。好，那回到了我创作的历程。以前对，就我的环境大概就是这样，中文哦，然后我只知道单字，然后长辈看到我就弹琴了。那我也只是想一张图在这里示意。好，那我想要分享的是我的 CD 这张专辑里面，我有收录一首歌叫《孤独的一天》。这是我的外婆，她看起来就是很严肃的样子，不苟言笑，但其实她很爱我们，她其实很温柔，但她平常讲话很大声。她祷告的时候是，我们家两层楼嘛，就是在一楼祷告，那你在二楼听得到，你走出去外面斜坡上面还是听得到，那声音大。那我大概分析一下，就是。如果各位对于族语创作有一些有兴趣啊，就是你也想要尝试的话，我的方法大家可以参考看看。但是这不是唯一，必须要讲这不是唯一的方法，其中一个方法而已。那我首先第一个就是先选定你想要描写的对象，那我就想要描写外婆，那我就开始问我自己问题。第一个就是我姑姑平常喜欢做什么呢？她会上教会。然后祷告，然后他会唱诗歌，他会教我家吃饭等等。然后再来第二个问题，我姑姑有什么特色？就我刚刚说，他讲话很大声，好像很凶，但其实他心地很善良，很爱我，他也很照顾我的。那第三个问题是，那我对姑姑的感受是什么？我想对他说什么？因为我外婆在我国中的时候就离开了，就是。对，透过这个创作，我想要纪念他。好，那把主题选完之后呢，接下来这个步骤其实可以调换。那接下来我可能就会先用中文写下我想要用到的一些关键字，比如说教会、母语、地台、花生、吃饭、吃饭、家里等等这些，就把这些我想用的字先记下来。然后我开始去请教我妈妈，那很重要的是要最好是录音，把录音录下来，因为有些时候，因为我们是一边在聊天，然后一边在创作，其实有些灵感是很瞬间的现的，所以非常推荐录音，这样才不会忘记那些灵感，还有一些正确的发音。然后最后呢，你把这些歌词都整理好之后，你把它念熟，然后想个旋律唱上去，但是要非常注意断句。就是不要一个字断掉，这样意思就可能就不一样。然后最后，可以自己试着唱唱看，然后给家人听看看，然后看看我可以给你什么建议。对，那我因为做这件事情，我开始跟我妈妈开始变成一个话题。那因为我妈，我刚刚提到我妈在17岁就来台北，所以有些词她可能有不是记得那么熟的时候，就很有趣，就是当我问到。他不知道自己，他就拿起手机，然后开始拨电话，然后打给我阿姨，然后就最后变他们两个在聊天，对，就变他们在聊天这样，很有趣。所以这个独立创作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重新跟家人连接，有一些新的话题。然后我觉得，我周围的家人，我的家人对我都蛮好的，他们都很愿意，愿意教我，也很愿意帮。那这个是我的歌词的内容哦，就是我外婆，这是我啦，不好意思，好，可以啊，好，听同学要求嘛，我要放这首歌，所以有点害羞，我找一下，给大家听看看这一首歌，用麦克风。试试看好了。
听一段。
认知要做什么。啊，这样讲有点抽象，反正大家期待一下，就是这大概是这样子。对，那所以总结一下，就是爵士乐对我来说是一个训练的过程，它让我对音乐认识更多，所以什么样的曲风我基本上我都会尝试。那我也希望可以结合古调、黑板的特色做一张爵士曲风的专辑。最后就是透过创作，我想要去记录那些我觉得不能被遗忘的一些故事，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故事，这样子。好，那我的分享到这边也差不多了，大家我想我们应该可以进行到下一个阶段了。对，谢谢同学。台湾族为什么会有鼻涕？鼻涕的故事为什么？其实双管的鼻涕哦，在全世界台湾都有哦，全世界哦台湾都有。那在台湾族跟鹿凯族是很明显有的，阿美族也有。但是可以讲出这个双管鼻涕的故事的哦，其实台湾族是这个有一套故事完整的。生命的轮回是有关系的，在台湾族刚刚讲到台湾族的神话故事里面是创造了七个人，有的人管海洋、管土地、管生产、管理什么这样的对吗？好，那但是人会为了争财，会觉得这样不行，要有领袖，要有人来管理，所以呢就太阳神就生了一颗蛋，生蛋。在这讨论，那刚开始的时候是被百步蛇，因为那个时候百步蛇是王，被百步蛇就给吃掉。但是到后来呢，这个说再生第二颗的时候，长出了这个贵族。那这个贵族为什么？那这个贵族是世袭制啊，就是你就是天生，那不是用选的啊。所以如果是在部落里面用选的，那个是。在台湾这里面是没有的，是世袭制，是孩子里面的老大，所以如果是女孩子，你就是女王啊；如果是男子，就是这样。那如果女孩子的话，你必须遭罪，你必须要遭先生，就是这样。所以在台湾这里，不赏制度就是这样。那我要讲的是这个，那这个白布神在台湾这里面算是守护神之一，他守护那个。这个福旦最守护那个贵族，在贵族的加州里面，一般都有白布蛇的。你跑到那个部落的遗址里面哦，白布蛇都是在头部加州耶，这个是遗址，这个是很神奇的。然后你要跟他说话，台湾族人通常他要跟他说话，要跟他讲说你有带水的时候你要请他喝水，你有带午餐的时候你要跟他午餐。如果你的午餐是跟我一样是某某小姐的名字的时候，你也要分享啊，不是？那个说你要跟他对话，强调是跟他对话，你要说什么的？比如说，我敬你水，你想喝你的水，你跟他讲话，然后要敬你水，然后来讲说，请你到安全的地方去，那白布蛇是他本身他很温和的，但是如果你讲说，朋友，你等我。你有种等我这样，它是会卷起来。它只要卷起来在那里的时候，而不舍的话，那就是准备格斗，
你就要小心。那所以他只要一卷起来，盘起来，盘起来，在那里就要小心，因为蛇很闹，看到眼睛蛇在这样挺过头，这样会起来，对不对？会起来。而不蛇虽然很温和，但是它的身材不长，它一卷起来就它是靠你弹跳，所以这个是会超越我们的想象，哎，他那个啊，所以不可以跟他挑衅。所以我们不要跟他讲话，请你到安全的地方去啊，你都会碰到不好的能量。那这是那传说白布神呢？如果要发台风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要天灾的时候，白布神会吹鼻涕，会吹声音，双管的声音，那是警告部落的人说啊，请你们要做防台的准备啊，就是想要。另外一个呢，就是白布神越老哦，越老会越短，越短到一段时间里，我们他就会躲起来到悬崖里面就唱歌。他唱歌的声音就是跟这个鼻涕的声音一样。他为什么要唱歌？他是在长羽毛，他是在长羽毛变成雄鹰。所以那个雄鹰的羽毛为什么跟一百相间跟白布神一样？他变成雄鹰飞上天。然后呢，用飞的去帮他的女王，或者他的王子里面去巡视守护他的土地，这样。好，那白布蛇是老实讲，白话一点，就白布蛇死了变成雄鹰嘛，啊，对，雄鹰死了变成什么？变成水，水，然后在哪里呢？在竹子里面，哦，这个借着竹子升上天。就是台湾族的轮回的概念，然后透过，所以你看我们会这个要民主的时候，会立那个竹子去，底下也会那个，就希望它透过竹子，顺着竹子里面再下来。那这个是这个调查里面每一个部落的说法都不太一样。那这个是透过吴凯丽老师的整个整理各个部落的那个资料的调查以后，算出了一套。这个轮回的哲学，因为有的部落我们要再讲它变成水，它有些人所以我们讲台湾水里面竹子里面的水不可以喝，这样其实那个是竹林的泪水。好，所以我为什么要给它放羽毛呢？人家说我是学印第安，因为印第安人他第一次放这个，对不对？不是，因为他在长羽毛变成雄鹰，所以声音的要求是要非常的低沉。要很低沉。那过去为什么会没有那么普及？它有身份的吹奏的身份时机的限制。第一个是要贵族身份才可以，第二个是要勇士啊，勇士身份，就是你是祭师身份才可以，祭师是哪个？所以过去没有那么普遍的原因就是这样，因为它有身份的限制。那贵族的部分呢更严格，它是雕刻的。它是整个都是雕刻的，那所以就非常的精美，那一般人就不可以去吹。那我也有做有雕刻的，但是我自己在吹的是我不敢去吹那个有雕刻的啊。虽然我的家里人是可以，但是我不敢吹，不敢吹。如果跟流浪动物的家族是一样，娃娃一家的哦，就会就会知道。但是不用，因为我不是长民，我不是长。掌权者，我不掌握，我是家里面排行最小的，所以就不可以。最那条件，他另外有一个特色，就是第一个要哀，吹奏的声音要很哀怨，让人听得有小调的感觉，叫做美。啊，那所以在台湾族里面，我们告别式里面，告别式哦，所有的乐器是不可以吹的，也不可以唱歌。但是因为基督教来以后，我们会唱圣歌，那会有这样。以前是不可以的，你只能谴责或是唱哭调。谴责是什么？长辈谴责年轻的，你不负责任就这样走了，会这样，会去骂那个往生者，那是长辈比较年长的。然后其他都是用哭调，当然是有旋律，但是不是唱歌。所有乐器都不可以，只有鼻子可以。鼻涕可以，为什么呢？他们说是因为用嘴巴吹的乐器是这个嘴巴会说话啊，会说话啊，对吧？他说鼻子是生命的出口，就不会表示很
所以才有这样。我大概这一下，要很明显，我看到有那个比较细的哈，然后也可以用嘴巴吹的。那个其实后来叫做口鼻鼻，口鼻鼻的，比较粗的是不行。那传统的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从那个结里面去拔根管去。那这个结，就你按照你说的结，我这是活广竹，活广竹呢是在我们屏东的山区里面，大武山区里面都是活广竹。有活广竹了，其实活广竹是几比较长，后来也可以拿来做编织的。我在贡寮也有发现，其实是很像的，但是我发现在贡寮那边他们不叫做活广竹，叫做观音竹。在台北这边都叫观音竹，它其实也是很长的，但是它较软，较软。不过我还是做了，做成泥子里面。我觉得是。只要各种竹子，不管你怎么样，只要发出声音，我都去尝试，去尝试去做。好，那我就最后呢，给大家，因为时间问题，你还要这个围棋，你们还可以呢。其实围棋，他的我的大堂哥哈，不是二堂哥，他以前是那个摇滚歌手，成大的外文系的以前的，他就是现在是嫡传的啦。他家里面全部都唱歌的，所以是天生就是唱歌影响的。那我吹笛子啊。麻烦就是要带鼻塑风，鼻子要保持畅通。这是那这个比较短哦，它会一高一点，但是也是这样。Thank you.
用嘴巴，但是我们的老人家说，嘴巴出来的声音会说谎。然后我这边还有这个一个口簧琴啊，大家说的都在口簧琴那边啊。就是没有那个没有那个铜片，不是没有铜片，那做法是只是用那个竹子啊。那这边还有一个秘密武器，跟大家讲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树的一个果子啊，然后像什么？蟋蟀啊。那这个就是模仿，但是模仿就是大自然的生殖周期可以做出的模仿的效果。好，这是什么？谢谢，我跟你讲，谢谢大家，这个我们在家现在就是在。请同学。那些决心的军全部是军人，他说那黑人说台湾就是天生的爵士乐，天生就是爵士，因为他们那种的节奏里面。那我是想说为什么会有这个跟这个爵士乐跟宗教音乐，就是因为第一个后来台湾族把圣歌的用台湾族的旋律里面来这个在教会里面来去唱，像我们刚刚讲的顽固丁武鲁明嘛，上去唱我们很多的歌词，也把那个因为我们是即兴的歌词，对不对？即兴的歌词我会直接换成感谢主，比如说感谢造物者让我们相聚在这里。歌词，但是我们就会想说，感谢耶稣让我们下，就会是这样。这个是直接用我们的旋律去唱圣歌的，那当然也有后来的圣歌的诗部和声，也会影响到原住民的歌谣的发展，是有的。后来我们的和声里面会有一些会比较像西洋音乐的诗歌和声会出现，是有的，因为透过教会了以后会有，那这个也是因为教会的因素，所以那西洋歌曲的这个部分里面，我觉得那个是叫做我常常讲叫做我们是凄然，虽然就是凄然的顺势，我不愿意，但是你必须顺势。好，你我也想表示你是有读过书，是你你来过都会，对不对哦？你到回部落的时候，就偶尔来几句个外国语，你偶然来几句日本歌。那日本的东洋歌曲的本身的调调就很像台湾族的情歌，这个是会很像，所以会互相的用。所以有很多歌里面，我怀疑是不是日本歌，还是日本歌学台湾？有一首歌叫做。お酒、お酒は飲みたい。都这样，这个各组都会唱。但是台湾组除了这个之外，台湾组。马乌沙，马乌沙，马乌拉乌拉呀。台湾组会有自己的歌手的表达的方式。我曾经为了这首歌，还跑去 Okinawa， 还跑去北海道。我以为这个是属于日本。结果日本人说这个不是人的，
哦，那显然是在台湾产出来的，可能是日本时代里面产出来的，但是是日本人创作的呢，或是谁创作的呢？然后传到各个族就不晓得。但是这种台湾族里面，除了欧沙给，然后欧沙给就是欧沙给，就是想要喝酒了哦，啊，但是因为有女朋友在旁边，所以不给。那个那个农民毕业来，他来一摸摸头发时段，他就会讲说，好像因为有女朋友在，就不可以哦，是所以这样，但是。台湾族你会讲毛沙毛沙毛啦，我们讲，哎呦，那个青蛙已经很渴了，它已经没有办法再跳跃了，这样，那意思是说，年轻人，你没看到我们的杯子空了吗？那意思这样，所以，哎，所以我就这首歌里面，其实那个调调一下，然后后来在台湾组里面，后来我们也到山上工作，到就是林班哈，因为你在山上里面看。那么西卡兹那拉巴，什么西耶罗马基里耶达，前面是日语，后面是台湾语，三个一个人，什么西罗马基里，个人很孤独。哦，他说，卡纳里索拉罗马基里达那，卡纳克那那波卡拉达，如果会有另外一个在旁边。我将会快乐，那就刚刚好台湾族的那种即兴的表达的方式就可以是彼此很熟悉，大概会哎呀，到五三十美里的妈妈，我的我的歌，好，其实这个也是一样，就是已经结合了东洋歌曲。那我也怀疑这是不是日本歌，有的是日本歌，有的不是日本歌。但是就会变成文变。那林巴哥的更有意思了。林巴哥里面，你包括很多我现在的房间唱的歌，跟第一个不要喝酒，第二个不要抽香烟，第三个不要吃槟榔，老老实实做个年轻人，对不对？这个是女孩子要求男孩子的，不可以喝酒，不可以抽烟。男孩子怎么回答？第一个不要擦面霜，第二个不要擦口红，第三个不穿迷你裙，老老实实做个年轻人啊！你看，就是借用了那个旋律，但是歌词的表达的方式还非常的台湾，都是即兴的，即兴的来要去回答，所以这个东西里面会有互相的影响，会彼此互相的影响。也造成现在我们部落的歌里面很多都是这样。其实我刚刚唱的第一个不要吃槟榔，第二个不要抽香烟，那首歌这是电影的主题曲。自从遇见你就知道要分离。其实这个是从这边来借用了他的曲子里面来去表达这个东西。因为很多的流行歌里面其实是原来部落的歌里面。传到变成唱片公司唱出来，还有我们以为那是流行歌，但是那个是从部落里面来，啊是谁不知道，谁唱的不知道，啊就是从部落里面大家都就开始这个流传起来，就开始去唱。你看，只有到后来的，你看我们部落里面的等等亲。冷冷的那一夜，是我想起那个不要脸的人，是我想起那个初恋的人。这样，他们原来是这个是就是有创作的人，在台湾族里面还是很持续的，一直在有人在做这样的表演。但是这个时候就已经有著名是谁创作的，已经因为他很清楚，他一把吉他。里面就唱，他唱出来了，就开始是，但是在部落里面一直在流传，所以就是我说那个旋律的，我说原来我们的密码已经受了改变，是受了很多西洋音乐，受了日本的音乐，受了教会的音乐的影响里面，我们的那个原来不只只有五声音阶了，现在的改变，但是那个氛围还是。有他那个部落的情节在里面啊，我不想这样有没有回答到？
是刚才听到老师在讲那个，就是把那个骨骼啊，改成就是各种曲调，那那个是好像是当年的一群素鬼嘛，就是那个打怪的那个边缘会的那个少数民族，还是这个的，就我们不得不。那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选择，就是好像更像是继续把那一套可能政府的观念，或者是所谓国民党的那个特质沿用，然后去把它改成，就是其他的各个族群的音乐的曲调之类的，就是为什么会更像是去接受这个歌词，然后去这样做的对。其实这个啊，当时的心态哦，其实只是要讽刺，因为我们当时在讲，比如说唱国歌，不要立正，我们不要立正，除非把无党所宗改为无名所宗才要立正啊。其实我们当时的那一种有这样的人存在里面。那唱国歌啊，你当时里面是戒严时期，老实说。还是你要我不是爱国，我还是爱国，你看我可以把它怎么样？其实是有一点点要讽刺，有一点要讽刺。你看后面我们这个走吧走到总统府，把总统请出来喝酒，这样用这样的方式，有一点要去反讽这个东西，去讽刺这个国歌。既然国歌这么重要的话，那我们就用我们的旋律来去唱的。出发点是。其实是是不是要去凸显不一样的族群，不一样的这一个表演方式，当时是那样。但是是用国歌的，他们大概里面讲说，其实那个时候如果要去办我们的话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改变国歌，其实是我们改变国歌，而且是带有一点嘲笑，因为我们还讲说这一个人看。你看国歌，台湾首国歌后面的。如果你不相信，天知道地知道，信不信由你。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走吧，走吧，走到总统府，把总统请出来，把总统请出来喝酒。我说你当时的那种心情，然后因为都一样，然后就可以讲我们从小是唱那个反共抗的歌呢。我意思是这样，我相信现在这个年纪的人哦，会唱这个歌大概只有三 D 人，只有我们三 D 人才会唱，一般你不会唱，因为他也没有叫你唱这个。但是我一定都要再唱的，小学、回家都要唱。曾经有人叫我说去办一个演唱会，就是国歌这样啊，就是九个字。然后我来给他讲闽南语，他答了。好，现在我们笑一笑，其实当时里面我们有一点冒险。有没有还有东西要？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刚同学的问题是说，台湾族的虚词跟爵士乐里面用的即兴用的一些发声的方式，他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还有类似的地方在哪里？我先回答我自己比较熟悉的，就是在上爵士乐的时候，大家也许我可以放了一首，对吧？前面我好像像这个词对吧？好像就是全新单品咖啡，爱胜于物，限量上市。好，我想要搞笑的。这个是在他要演唱的歌叫 Let's Fall in Love。 那我们可以先跳过他唱主题的部分，就是前面他会前面他要先把这首歌的内容演唱完，歌词部分演唱完。好，这边就开始乐器开始去 solo。 然后他就先 solo 那钢琴的部分。在唱爵士乐里面的即兴，我们在运用声音度八这些都要跟节奏连接，因为爵士乐是一个很重视节奏律动的一种音乐，所以刚大家在听的时候，就是你会感觉到会有一种刚你想要跟着音乐一起摆动身体的那种感觉。对，那不管是歌手或者是乐手，他们在即兴的时候，他们都要跟着这个音乐的律动去即兴。那歌手以前，歌手在即兴，因为以前歌手本来不即兴，那后来因为乐器即兴了，那歌手就说：“那我也要来即兴。”那我们怎么即兴呢？我们先模仿乐器的声音，所以可能模仿小号的声音啊，或者是模仿萨克斯，甚至模仿钢琴，所以你可能会听到。八音度或是零零零嘎嘎嘎什么的，各种都有，所以没有限定一定要用什么样的子音。但是你使用的那个子音，我们叫 consonant， 这个一定要跟音乐的律动是结合在一起，不然听起来会超尴尬，会听起来会有点尴尬这样子。所以首先你要先了解律动，然后再来就是再开始去唱即兴的部分。那讲到台湾古调的即兴的部分，刚就我自己了解的部分，等一下可能会请老师补充的。但是就我自己了解的是，好像是歌词上面的即兴比较多，全部都是即兴。对，全部都是即兴，就是有点像是自有描绘自己的声音和歌谣，祭祀在用的。还有描绘自己家族的歌谣，那个是陈述历史的，是不是即兴的？全部的歌，其他全部都是即兴的。即使是有事歌也是即兴的，因为你要讲，你昨天才抓了5只，你今天抓了刚好10只，所以你表达的时候，你要唱的是你抓到10只，所以那个都是即兴的。除了你跟神明的，或者是去强调你自己族谱、爵士。是哪一个身份、哪个家族的那种，是因为有历史根据的，那是不能改。其他的全部都是即兴的。我会来了以后，我碰到的是，我可能碰到的是这个蓝眼睛、红头发的。你描绘的时候就要去描绘你碰到的人，你可能走错地方或者什么，就会用那种随着心情，随着你的看见
去表达。我刚刚讲错一个地方，就是创生人是要的一些指令，但是我们会在，对，就是我大概整理一下，就是在爵士乐，我们的即兴包含节奏上面的变化，那也包含音的变化。那你这个你在使用音的时候，要去考虑到这个和声的进行，所以你在和声的范围里面去做即兴，甚至你可以跑出去一点点都没关系。那可能在舞调里面即兴比较多，像是在讲话、对话、语言上面这些，对，就是因为他，我不知道这样比喻好不好，但是小时候看过什么，就是节目上有会请人，然后来给你旋律，然后他当场就是可以，用这个旋律，然后讲故事，有点像是这种感觉。所以歌词上面的即兴跟音还有节奏上的即兴，对，像两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这边，然后。不好意思，忘记了问题是什么。第二个是，就是台湾是有单词，在歌曲中是这样在创作上也有看到。好，谢谢同学。他说台湾族的词很多都很强嘛，那怎么样去编排你的音乐，怎么去创作，对不对？因为跟中文不一样。我自己分享一下我的方法，以前。我会先想旋律再填词，但我发现，因为我本身不是讲族语长大，所以语感上面的话，我感觉就比较稍微弱一些，所以我自己就换了一个方式，就是我先有词，然后先把词先讲对，然后从词里面去找到旋律，因为语言本身就是有音乐性在里面，所以先把词念熟讲对了以后，再从词里面去找出旋律，这是我自己你唱出来的旋律就会跟这个词搭在一起嘛。对，因为你在念的同时，你要注意到可能音节断在哪里，或是它的音调哪边要可能轻的跟重，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你就明明是在找音乐，这是我自己的方式。那如果说你本身对这个语言很熟悉的话，那当然你就不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你可以就是。我可以先有和声，我可以先有旋律啊，然后我再去填啊，因为我了解我语感很好，这是我自己在创作上做的一些调整。分享到这里，大概是这个情况，请说。就是你的第二个说辞，跟音，我觉得有点想到说辞，就是有一些就是关于议题的创作，然后你说上一张专辑比较开心，比较童趣的，那这张专辑有什么不一样的？想讲的故事。好，我想，因为我刚好刚上云端早下，我档案才留着，那我就大家应该没有急着要离开嘛，我还可以再分享一下这样，就是这首歌，能听一小段就好了。这首歌叫做《照片里的人》，这是我准备要放在第二张专辑里面。那刚才丹丹老师有讲到东洋歌曲的旋律调调，跟我们台湾族的音乐有一些类似的地方，所以我也是受到这样子的影响的，我就决定我想要做一个有东洋曲调的感觉，但是它又是在编曲上面，它会让我觉得有爵士乐和声的那种感觉在里面。所以我就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叫《照片里的人》。那我想先讲一下它的歌词内容，就是这故事是这样子：，就是有一次我跟我妈妈在整理照片，然后我突然翻到有一张黑白照，然后里面有一个有两个年轻人穿着军制服，一个站着，然后一个坐着。然后我那时候我本来想，我其实是随口问说妈这是谁啊，但我其实心里没有很认真想，我知道就随便问一下。然后我妈妈就说这个是你外公的哥哥还是弟弟，就是我妈就说他们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就跟日本去打仗，然后就没有再回来。然后我那时候一听我就吓到了，哇，原来这段历史离我并没有很遥远。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非常震惊，所以对我冲击很大，因为以前知道高沙燕，我都是在课本上知道的。
然后现在才发现，原来他跟我的亲人是这么有关联的事情，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是台北市立国乐团邀请我们的，那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正在寻寻觅觅一个森林的地方，是林务局要去拍一个跟林班的故事的一个演出。那这个就是与你们对话。那但是有一个在我心中我最想要的，但是我需要被学者，就是布农族的巫师祭跟八部门音报战功，跟台湾闽南文化的八家将，那这个我要怎么样去凸显在这个舞台？它是和谐的，它是一个亮眼的，它是代表台湾本土的一个文化。那我一直在构思，我要怎么样去把这个剧它搬上到荧幕？因为布农族是没有文化，它只有vocal 就只有声音，只有乐器，有乐器。八家将呢，他没有音，他没有声音，他没有那个没有声音，但是什么？他没有唱的音乐，但是他有乐器，比方说像唢呐啦什么的。那他们这两个巫师跟八家将，他又是属于神的故事，所以他是完全截然不同的。那我就一直在想，我怎么样去创作，怎么样去做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音乐、不同的动作，在这个舞台我们要怎么去呈现？那这个是我目前一直在想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要会，我要有一个会写剧本的人来协助我，我才能把这些音乐、把这些故事啊，就把它搬上到舞台。那如果说在座的同学，如果有人想要实习，或者是想要进入到爱央，不管你是要做其中，或者是你要参与这个演出，其实我们都非常的欢迎。我们去年是跟重友学生，就是蛮不错的一个活动。好，谢谢，占用大家的时间。